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身上很多小毛病，这个那个那个，好吧，那一个礼拜解决一个可以吗？一个礼拜解决一个。上帝要改变我们是渐渐改变，一点点一点点改变。上帝没有这么为难你哈，今天受洗了就让你变圣人了，变成完人了，没有。上帝愿意改变你，愿意充满你，愿意更新你，愿意调整你。所以在你所求的事上，上帝要做工，圣灵要工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你现在心里所求的是什么，不要单单只求身份啊！我希望你最大的身份就得天国公民的身份，除了这身份之外，你还有很多要求的，要更新，要调整的。你回家可以自己给自己列个清单，我的生命里别人不了解我的，主耶稣最了解我，圣灵最了解我，我这个那个那个那个，你就放在你的桌面前，提醒自己，我一个一个的来对付，一个一个来解决。我今天针对我这一项，我来在六天，我就为我的这个罪恶，为我这个难处，为我这个大麻风，我就来绕起六次。我主日来到教会中，我是带着瞻仰神的荣美，我带着信心，带着盼望，带着上礼拜我们所说的，我们是欢喜快乐来朝见神的面。我们也在绕了六天之后，我们是带着信心盼望，因为主吩咐他的仆人要呼喊吧，呼喊吧，他就呼喊。所以我们在传道书里也告诉我们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除栽种也有时。我们不是天天在呼喊哈，我们也需要休息睡觉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安静思想的时刻，我们有的时候唱歌，有的时候坐下来思想，有的时候呢我们什么都不说，我们用我们的感觉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可是我们的心中呢都是被神的灵充满。那如果你还没有被神的灵充满，至少有一件事情是，我的心是敬畏真神的。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，他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后裔必长寿地土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。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，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。这四句话对你受用吗？你看我们何等渴望成为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何等渴望成为一个满心喜乐的人。我们自己知道自己还不够，是不是？那有一还没有二，有二还没有三，所以我们生命中有很多需要被更新变化。其实我们现在说我们被圣灵充满，还是没有完全。我们到哪一天才能完全呢？到见主面的时候。所以今天哪一个人说他被圣灵充满，我们说是啊，我现在此时此刻被充满，可能我一出了门，一到了现实生活里，我还是会被消磨掉，对不对？啊，被环境、被人事物给消磨掉。可是你一消磨掉，之后怎么办呢？赶快补上。就像那个油啊，十个铜女的油一被消磨掉，他没有告诉你说十个铜女预备了那个油，他自始至终那个油都可以保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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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建筑面。当你没有的时候，你就要去买油，你要去预备油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这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来到神的殿中，很多弟兄姐妹都告诉我，每一次来聚会我都觉得我有被圣灵充满，我听了很高兴啊。那我一则高兴，一则又有点担心，他还是不完全明白，他出了大门还是可能被消磨掉，他还是要用，用还是可能被消磨掉，所以他要持续不断在六天当中继续去预备油，灯也得点着，当然要需要休息的就休息。回到这里来呢，我们一起再被圣灵充满，是不是？感谢赞美主。如果你每一天都能被圣灵充满，我更感谢主了，因为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供应别人的人，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宣教士了，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正式神的仆人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感谢主。那至少我们知道一件事，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。下面说他必安然居住，谁不想安然居住啊？谁希望长大麻风啊？谁希望碰到耶利哥城就被耶利哥城那边的那个敌军把我们
杀得片瓦不留呢？我们希望打胜仗，不希望打败仗。我既然站在真神上帝这边，我就希望打胜仗。林肯总统有句名言，甲乙双方都在打仗，如果甲方说上帝帮助我，乙方说上帝帮助我，请问上帝要帮哪边？啊，都不帮啊，都帮，那这场仗不知道怎么打。所以呢，林肯总统讲得非常清楚，看谁先站在上帝那边。甲乙双方，上帝在这里，如果哪方反应快，甲方反应很快，谁先站在上帝这边，甲方砰就跑过来了，那么这时候乙方不反应，不站在上帝这边，不照神的话语的原则，不跟神亲近，不去跟神亲近，上帝不会将约指示他。谁先跑到上帝这边来，那么他有一些需要被更新的，上帝就会像乃曼一样的来改变他，就会像耶利哥城需要被倒塌一样的来改变他，所以他就躲在上帝背后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上帝跟乙方，你像最后是谁赢？是上帝赢。那谁在上帝这边？甲方。如果乙方反应快跑过来，那如果甲方反应不快，最后的结果那就是上帝跟甲方，那上帝一定赢，上帝不会失败的。所以呢，谁站在上帝这边谁就赢。那么如果甲乙双方都非常反应快，砰砰两个人跑过来了，看样子这场仗就打不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他们都一起在上帝翅膀印下，都一起进入上帝的殿中，饮于殿里的肥甘，一起饮于乐河的水，这场仗打不起来了。因为甲乙双方这两个国土，上帝的心意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，要彼此相爱的，谁要他们打仗的？他们打仗是因为要来互相侵占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，他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，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什么亲密，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。上帝为什么要将他的约指示以利沙？为什么要指示他的仆人使女？因为他们与上帝亲近，因为他们要聆听神的话语，因为他们要传递神的话语，要传得准确，所以他们一定要与上帝亲密。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你那路。耶和华说，万年一年非同你们的年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耶和华，我晓得人的大路不由自己，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。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岗都要削平，弯弯曲曲地方要改为正直，高高低低道路要改为平坦。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一道路。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耶和华，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，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。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岗都要削平，弯弯曲曲地方要改为正直，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。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岗都要削平，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，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。